今天吃大鸡翅。好饱满的鸡翅，先处理鸡腿肉。鸡翅去骨头，先一狗一鸡翅。加蛋黄，加菜，加鸡腿肉。加钙片。加软骨素，加鱼油。他在吃自助餐，你在吃自助餐是不是？嗯。之前他食欲没了吗？不过还有好多东西，荧光盘，下一个吃了。